雄莫问出处，我只有一本菜谱，煎炒蒸炸煮，让敌人尝一尝什么是苦。菜刀上的威武，面对敌人不发怵，用我的天赋，让传说来一回新的征途。这一本子弹菜谱，每一道致命幸福，大大哥落花流水，大大哥仰面拔叉，让他输得糊里糊涂。这一本子弹菜谱，张哥有盛事，来，喝水喝水。这明天啊是花大叔断气的日子，我是花大叔的干儿子，这个断气头我得磕。可不敢。哎，你怎么记吃不记打，好了伤疤忘了疼啊？那小鬼子都快追到这儿要你的脑袋了。脑袋掉了碗大的疤有甚了不起的？你英雄，你好汉，你脑袋掉了挂墙上。你有种再跟我说一句试试。我没种，哎，这就对了。哎，你就是想给花大叔磕断气头，那也得有人给他半断气呀。哎呀，我已经打听好了，牡丹已经回到了花家大院，他会张罗的。那你跟我报个字，我帮你掐算掐算。你还来，你还来，这是什么地方？粤泰中兴县委。我告诉你啊，你还改不掉你这种封建迷信的毛病，我真的把你脑袋踹下来挂墙上。那也得跟王主任请示一下吧。我是想跟王主任说一声，可是我一见到王主任我就，就剩啊，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反正我快去快回，你帮我遮掩一下啊，我天黑就出发。遮掩没有问题，就是有点想吃肉勾蛋。两碗，说话算数，一言为定。哥哥，こんなに早くにお呼びとは重要な情報でしょうか。控えろ。町を出る。町を出る。どこへ行くんです。今日は花牡丹の父の仏事の日だ。岳泰山の風習は理解している。劉占書は今日は必ず現れる。ではすぐに花家邸宅を包囲しましょう。バカが。待ち伏せがいると分かれば。劉占書は現れない。俺は生き通りにしたいんだ。牡丹，你干姐姐来了。干姐姐？牡丹妹子，你怎么来了？这可是日本人的地盘，路过，想来看看你。你看，给你带的糕点。牡丹，杀害雷小柱的凶手我们已经查清楚了，跟流传说没有关系。真正的凶手我们正在调查，跟我们回罗家集吧。这说话不方便，跟我来。其实，我特别怀念在罗家集的日子。牡丹，既然这么怀念，那就跟我们回去吧。我特别想跟你去，可是我爹现在没了，就剩我一个人了。牡丹，别哭了。好了，不难过啊！你跟我们回去，我们一起打鬼子，我们永远都在一起啊！哎。
你不是聪明吗？聪明也聪明不过我，知不知道？牡丹，你这是在做什么？我做什么？一会儿误会，一会儿意外，接下来是什么呀？无心还是无意啊？不能这么说，你要听我跟你解释。我知道，因为刘传说的事情，从头到尾对我都有很大的误解。我再跟你说一遍，刘传说喜不喜欢我，我不管。可我从头到尾也没有喜欢过他。我要天哥，我告诉你，别把所有责任都推给大灰菜。我今天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你向我保证，再也不去勾引大灰菜，我就让你走。花牡丹，你要我怎么跟你说呀？你其实是一个心里非常有爱的女人，可是你一直都不懂得该怎么去爱。你这样做会让自己变得特别可怜，你知不知道？谁可怜呢？还是把这份可怜留给自己吧，我倒要看看。哪个男人看见你破相了，会喜欢你？花牡丹，你不要乱来。你听我说，你要这样做的话，你一定会失去刘传说的爱情。不光如此，你会失去你的整个人生。到时候，没有阳光，没有雨露，连空气和影子都会抛弃你。你真的不能这样做，你知不知道？我听不懂，我也不想懂。我今天就给你打个赌，如果大灰菜看见你脸上有刀疤还喜欢你的话，我就往自个儿脸上也来一刀。你。不疼了吧？来，看看你这张毁了容的脸。来，别过来！你干什么？谁啊？我表妹。时辰快到了，赶快出去吧。行了，知道了。下雨了，那时辰过了不吉利。我知道你家没男丁，我要去给你当这个孝子，我去给你磕头啊。这头用不着你磕。长生，还等刘传说了啊？你别忘了，这是日本人的地方，他要来了，只有有去无回。
大叔，传所来给您刻断脐堂了，您就安心的上路吧。我会像照顾自己亲妹子一样，照顾您半一辈子的。 心心的国奈何桥吧。坂田長官、浅田長官、陽川将が花茶屋に入りました。行動せよ。待て。すでに逃げ場もなく包囲してある。見てやろうじゃないか。法務団がどんな芝居を打つのか。 隐秘的邸宅过后一宿，没人那是得，活动完事了。嘿，别哭了，哭坏了身子，华大叔会心疼的。雪儿，你一个人留在这里不安全，还是跟我回罗家集吧。走吧，张胜利。 这又不是戏园子，这是日本人的地方，想来就来啊！你给个让开，不让，我就不让。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谁敢捣乱，别怪我翻脸不认。盛大喜，今天是花大叔断妻的日子。三舅，哎，牡丹，你做甚了？ 姑爷，欢迎过来，姑爷。哎呀，哎呀，哎，几位大婶，你听我说，听我说。姐了，姐了。牡丹不懂事，你们也跟着瞎胡闹，赶紧撒手，赶紧撒手。快快快快！哎呀，哎呀，行了，男女授受不亲，这样我自己脱，你们先出去，好吗？不用你们管，你们先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大小伙子还不好意思，那你快穿，我们在外边等你啊。好好好好，那你记住，一定要穿啊。啊，穿穿穿，你们先走，你们先走。 有事就说，看我干嘛呀？板田和浅野来了，都穿着便装，一定是冲着大荤菜来的。要坏菜，不会被板田龟包饺子吧？ 赶快拿主意啊！来得好啊！我和大灰菜这亲，成定了。成吧。
怎么在这儿？你快走！你的脸怎么了？你的脸怎么了？你快走！我不想见到你。谁弄的？这是你干的？是我干的。大灰菜，我看你这表情，我觉得好幸福啊！王天哥，我跟你说过，没有男人会喜欢脸上有疤的女人。看你这个样子，我也觉得挺可怜的，但我不后悔。这就是你抢我男人的下场。我们村东口有一个瘸子，还不到40，要不要我帮你们撮合撮合？要不，今天我们就一起拜堂成亲吧，这事儿就这么定了。等转年来，我生一个大胖小子，你呢？生一个瘸子娃，瘸子娃怎么了？瘸子娃也是你身上掉下的一块肉，是不是啊，瘸子嫂？滚！爹教训你，如果让你爹知道你做出这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他还不打断你的腿？别说伤天害理了，为了你，就算是丧尽天良的事情，我也做得出来。好，那我就告诉你，我的心里只有王天哥，哪怕月亮里的嫦娥站在我面前，我瞅都不会瞅一眼。闭嘴！他现在脸上有疤，你们不在乎吗？别说脸上有疤，哪怕他缺胳膊断腿，我心里也只有他，没有你。流川说とファムだ。なぜ見当たらないんでしょう。我记つくんだ。中国有句老话，叫好饭不怕晚。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婉婷现在就在外面，只要我大喊一声，她就会带着人冲进来。婉婷答应过我的，只要我抓了王天哥，她就会保证你的安全。我疯了你！大灰菜，我们现在就成亲好不好？我马上就把他放了。
怎么还不走？王殿哥，我一路有的，叫我一生的救你尽了你所的。我不想让你为了救我，搭上你一生的幸福。幸福算个球？为了你，我掉脑袋都愿意。本天太君，请你上来杀掉这对狗男女。 小鬼子，都是被你逼的。黄丹，你已经站在悬崖边上，再不回头，你就万劫不复了。万劫不复？我听不懂。蓝天太君，我帮你抓住他们，是不是要金有金，要银有银？当然。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在你杀王天哥的时候，让我来砍掉他的脑袋。 我答应你的要求。好，那我现在就替你抓住他。给我闭口！干啥？ 头还疼吗？疼。还往地上撞。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是故意不使劲儿，一头扎在地上的。我要不演这苦肉计，本田能放过我们吗？那你这不是又把刘传说、王天给放跑了？早说是暗道，他们能跑了？哎，行了，我累了，赶紧走。 你们俩去整点吃的，我去安慰一下王主任。快去。 说过了，让他们别乱讲舌根子。没事，是我自己内心脆弱，既然已成事实，就要勇敢面对。这要是换做别人，我一定……可偏偏又是牡丹，这真的是掉进煤灰里的倒风，可是拍不得，打不得。我本来以为自己是个很坚定的革命战士。 可是当花牡丹的手撞在刀子落在我脸上的时候，我还是会觉得害怕，我怕，我怕起。这些年，我也只怕过两回，一回是我哥哥在长征路上牺牲的时候，还有一回，就是东东。我知道东东是你的孩子，这些年。 你一个人带着他确实不容易，要不你看这样吧，把东东接来月泰，我来照顾他。你要照顾东东？这些天我的心里也是乱乱的，没有想见你，但又怕见到你。脑袋里好像都被塞了浆糊，圣教自个儿家的第四个伯仲，圣教不吃别人嘴里学过的馍。我既然喜欢你，就已经认定你是个的可以，你以前的事儿。 我都不在乎，你不在乎什么？我不在乎你承过亲，我不在乎你是个寡妇，更不在乎你还带个娃。真的，把东东接来月泰，我会像照顾自己娃一样照顾东东的。你真的要照顾东东？啊！如果他有生命危险，你也会不顾一切的保护他。对呀，哪怕付出自己的生命。对，就因为他是我的孩子。对呀，就因为你爱我。 当然了，如果他不是我的孩子，在你面前被活活打死，你还会无动于衷吗？这咋会招这种事儿呢？不会，那东东怎么死的？东东怎么死的？我怎么知道？你又撞糊涂。没有啊！看来你不仅对这件事情无动于衷，你根本就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那么小的一个孩子，在你面前被活活打死，你就一点印象都没有吗？ 那咋听着越来越糊涂了？这，大哥哥，我的任务终于完成了，我要回去找我的哥妈妈了。前面很危险的，我劝你还是别去了吧。
哎呀，太原城，坂田圭逼我师傅斗面，原来那个孩子就是东东啊！你终于想起来了。可是我根本就不知道那个孩子他就是东东啊！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就会不顾一切的把他救下来，让我感激，讨我欢心，是不是？你这话甚意思啊？你这是在拿刀子扎我的心啊？我说的不对吗？当然不对了。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救他？哎呀，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 菜谱比东东的命还重要。哎呀，你听我解释，你咋？小鬼子来了！小鬼子跑！ 主任，你可回来了，这份文件就等你签字了。主任，你的脸，怎么脏成这样？快回去洗洗吧。这么说，你没有对王天歌进行毁容，对吗？ 这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王天歌近冥过人，不是那么好骗的。这个是我们花家不传之秘，叫花容重生。表演时把看客请上台，假装用刀子割脸，其实血是红药水。在使用一种特殊的药粉抹在脸上，产生灼痛感。当看客大呼被毁容时，再擦掉所谓的鲜血和伤口。 看来你对王天哥真是恨之入骨。那这个流传说呢？我要折磨他一辈子，让他生不如死。我要挑断他的脚筋，让他趴在我面前，像个狗一样，冲我撩尾巴。 牡丹姑娘，只要你能诚心实意的跟我们大日本皇军合作，我来帮你实现这个愿望。啊！八路军越代中心县委现在在干些什么？他们
好像要开一个复旧大会。哦，八路提倡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官兵一致，有时候他们还下地帮着农民干活，是这样吗？对，这八路军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哎，那个供给部有一个姓崔的副主任，他原来是个车把式，那鞭子甩得可好了，十里八庄的车把式都服他。他现在还在罗家集？不在，他去蔡家铺了。去蔡家铺干什么？好像是开了一个训练班吧，专门调教车把式的。哦，牡丹姑娘，最近这几天你辛苦了，好好休息，改天我再来看你。嗯，好。哎，等等。那个，我不是把钱野的命根子给弄坏了吗？你说他要找我寻仇怎么办呀？那你就打死他。此话当真？当真。他在没有威胁到你的时候，你绝不能开枪。记住了。看来我还真没有冤枉他，确实没有勾结白天。你嘟囔什么呢？没什么，姐，在这签个字吧。姐，你就告诉我吧。告诉你什么呀？你刚才说什么呢？哎，都安全回来了。回来了，还没事吧？没事。哎呀，那就好。哎，你也没事吧？回来了。哎呀，哎，厨子，你咋像霜打的茄子一样？你咋了？我没脸再见王主任了。什么情况？是不是？咋了？出什么事情了？我得找他算账去。你找他算什么账啊？我的王大主任，不能因为你是首长就任凭他侮辱你。什么叫自己家的地自己播种？什么叫别人嘴里嚼过的馍？哎呀，小兰，你别着急，听我跟你说。这个事儿你别管了，你不能动手，我去动手，大不了就是写一份检查。天底下竟然会有这么巧的事儿！哎呀，这可太不可思议了！你赶紧给我报个字，我给你掐算掐算。你再搞封建迷信，小心我把你的脑袋踹下来撞屁股上！这不是替你着急吗？你东东这个事儿，我是对不住王主任，但是东东这个事儿，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你的良心都让狗吃了！哎，越干越干事！我让你再欺负王主任！哎，你当我做甚？我为什么打你？那你告诉我，什么叫自家的地自己播种？什么叫别人嘴里嚼过的馍？哎呀！乡亲
想想的我心看看个暖要呼黑看这个月亮你站在里呀面呀儿哟想亲亲想的我心眼儿那个甜呀呼嘿呀呼嘿心里这个人呀儿呀